新南环台挑战赛，天兵来万保证笑料不断。他唯一只有一次跟他结上梁子，就是阿基斯做了一个粽子。他六七年的，我那时候还没生，已经到现在。他很小就告诉我，那个留给我最喜欢吃那个，二话不说我一口把它吃掉，大翻脸。那个鹅啊，我是看得见的，这边看不到，看不见鹅啊哎。陈哥，等一下，直接炸鹅啊熟了。他刚做的那个里面都鹅啊，有没有？等下炸了熟进去的时候，开始就是会油爆了。对。嘉义小吃大厨教你做，到底海味一次解锁。派白粉一点进来。也是要让它有点润滑的效果。嗯，芹菜你要放到里面去啊，增加香气。这些蔬菜部分比较不无聊一点。你鹅啊再放几颗？两颗，就三到四颗。三颗，三颗。里面满满的鹅啊，不可能。加进好啊。炸鹅蛋的油温要多少？鹅温，哎，鹅蛋这个你至少在160左右下。哦，哇，好漂亮哦。这个它必须要烫一下。那时候鱼骨可不可以下去炖汤？还是其实就像草鱼汤来讲，姜丝汤来讲，它必须是清澈。哦，泡熟的。对，它是泡熟的。嗯，哇，很厉害。我飞鲜鱼汤两道完成喽。看得漂亮又有脑哎，你哦，长得漂亮又好脑，又有脑，好脑，好脑，形容啊。经理，你去嘉义都吃些什么？我去大嘉义都吃些什麼，不要讲太多哦，讲部分就好。我怕你讲，部分就好，整集都讲不完，部分就好。嘉义啊，嘉义就是你知道，其实它的砂锅鱼头就最有名嘛，还有就是火鸡肉饭啊。但是我觉得火鸡肉饭其中呢有一个非常特别，就是一个冷静萝卜高汤。萝卜高汤，对，萝卜高汤就萝卜糕煮成汤，我觉得那个小吃的。心灵刚在书画的时候啊，心灵后来才来嘛，他就说不急慢慢来，不急慢慢来。然后一个重点是，他跟他的助理讲说，你帮我订这一间的巧克力蛋糕。而且我那时候我想说，哇，我两年没来型男嘞，不知道现在吃不吃得饱。然后我说，你那天吃不吃得饱？我想说，现在你们处罚超多了，已经来一直吃而已。容我理解这件事情，我们型男让你饿过吗？就是犹豫了，没有输了就吃，没有到，输了就饿了，没有到，真的有输过几次都没吃到。我输了就没吃到。我跟他唯一只有一次跟他结上梁子，就是阿基斯做了一个粽子啊，里面有一个很大块颗的那个干贝还鲍鱼之类。六七年，我那时候还没生小孩，你记到现在，我小孩他小学四年级了。真的不要激动。他很小就告诉我，那个留给我最喜欢吃那个，二话不说我一口把它吃掉，大翻脸。很久，哪怕是有时候输的时候，你想说哇，终于哦没有路的时候可以吃。哎，阿健老师拿碗来了。对啊，他更厉害是，他还拿保鲜盒啊。运气很好呀。好了，我们要到隔壁去了。下面再讲下去会抖太多东西出来。像隔壁，就是现在才在弄粉。哎，钟子，你刚才忙什么？对啊，你听我们聊天人。哦，这边切块哦。对面粉浆调好了，做这段腌那个哦。调粉浆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现在是什么？现在是那什么？这个中筋跟低筋的各低筋啊，各一碗，全都加啊。所以每个师傅所调出来的对的粉浆是不一样，各家粉浆的比例都不一样。然后你这边也加了五香粉，对，那个三小指，三小指，对，讲话段落要断好，对，断点要断好。因为不加水的，少一个，没有，我先把它调匀。我去那个，我去二零啊，我有曾经吃过的那个藕杯啊，哇，很厉害哦，比较大，那外面是炸的酥酥脆，就很硬壳。这个有多少？100。你把它戳破，里面还有汤。真的，100。哦，滑锁了，它是整个锁住，然后你好像就有点像我们在吃那个巧达汤一样，哦，那很厉害。哦，那个粉浆酥皮浓汤的概念。然后以前小时候我们在新竹有一间，等一下，炸那个蚵仔煎，从我阿公吃到现在还在开，我们也都会去买。OK， 而且这个每次看到你就想要想要点来吃，我觉得不好炸呢。而且这个都要现吃，对，虽然很烫，你就在旁边这边，哦，还有里面有汤汁。然后一般藕爹买回来没有吃完哦，你要再复热，然后再用。对，但我还发现，我其实不太用气炸锅，但用气炸锅复热挺好的。啊，对，因为有油脂的嘛。对，然后背到背了，下面有网子让它油沥下来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你刚刚觉得我们没有做什么，是让背到中背好了。哦。哇。按怎么不放前面？我一再不愿意吃啊。
对，真好。好，倒是去。那个人就喜欢低调。对啊，低调。这是你背还是工作人员帮你背的？哇，这卡好大，卡钱啊！我弄鱼啊，我在熬，我这汤都熬好了，汤也熬好，都熬好了。熬什么呢？加盐。熬水。熬鱼骨。有鱼骨。熬鱼骨。对，中间的鱼骨。你现在就鱼就要放进去了。你那鱼也太大块了吧？没有，因为他说分三了，他说的。分什么？他说拆三了，一开三。整个也要丢了。对。要不要救一下？我丢了会怎么着？没有，我用泡的，我要泡熟啊。他觉得你好像，他觉得你好像要救一下。他的概念好像。救一下。赶紧走一次 ，OK 啊，可你只有一次哦。只有一次的。你们只有一次而已哦。还有他，玩一下自己人，几靠自己人。好，只有一次。没有。他是提示你说鱼汤就要救了，是不是？耳钉要放了。你觉得要救吗？不好意思，好难抉择哦。还是我们在录影，你们要回答我们呢？要不要？我们抽到90秒应该就赢了，来，喝一个来抽，没关系。你确定？我等下不会加，不加，没有，不加。我觉得等下可以再吸一点。要救还不救？就可以再吸一点的。来，吸一点点的吧。好吧，吸一点好不好？郑先生太浓了。阿志哥来，因为我们都有吃过，我抽一个，帮我抽。你觉得粉浆会不会太浓？好，粉浆会不会太浓？真的吸一点，吸一点。成功。那我。你是7086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7086，7086，7070，七就是1234567，好，这个来，啊，八六嘞，来，别八，就这个八六，就发了，发了90秒，哇，好强啊！不会，煮一个鱼汤，哇，完蛋了，来90秒计时开始，大耳朵好像。来这边，还没抓烟。我有。你讲，用讲的。全下的。来，帮我抓烟。抓里面抓什么？抓盐巴，抓出水拧干之后，再换一个盆，然后放进去。抓水是吗？对。啊？哎，不要水，抓水吗？不用。不用。抓水。高丽菜够吗？高丽菜够不够少？够。够是吧？差很多。那加水抓出水的要沥掉。这要沥掉吗？刚才那个泡过了。很多沥掉。对，太多水。好。90秒，其实时间蛮够的，蛮够。那个浓度怎么样 ？OK， 可以哈。对，这个鱼太厚啊。对，没有，我们刚刚那个还有对接 ，sorry。哎，不是开二嘛，就变三。哎，师傅，它力不对，很黏。好，很黏啊。OK， 这是加了盐巴之后，我觉得要不要换一个那个？拉斯卡，你们换一个大洞的，对，这洞比较大。是吗 ？OK。90秒最多啊，需要放网子上比较好，放网子上。还有30秒。哇，好开心哦！其实很快，我觉得这个让我们切就好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你们又讲了。他都切完了，你才讲。蒜头，你打不打切的？这有盐巴吗？有加了。1.5香，加了。拉斯卡，快哦。不是要等它出水吗？我来抓。对，来 ，OK， 盐巴抓一抓。那个鹅的，那个浓度会不会太浓？那个粉浆太浓了吧？粉浆算浓的，太浓了吧？对，我记得那粉浆是很稀的，来不及了，没有。然后那个汤匙已经预热了。3、2，炸一个。好，停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来。拿去洗一洗，太严格，这样有没有？我看到太多油，哈，好严格哦，今天的教练，哎，第一个就抽到90秒，对啊，但感觉好像还是应该六都备好了，有啦，你看这个膜都脱干净了嘛，有，我们一定会掉下来，那个水擦掉，时间剩下5分钟，来看对面，来。姐姐来，抓，要不要先抽一个了啦？出来，他不理两次，抓完再给我，再丢。最多的被抽走了，对，最多的被抽走了。你有两次，可是我们随便加加都比你们还有一个60秒，我们60、45、30、60，哇，如果抽到60跟45，那就100。那要不要先用一个？先用一个，要吗？你们觉得你们现在背料背的怎么样？我觉得我们 very good， very good， very good， 所以都差不多了嘛，差不多，那就可以求救了。我们想要就是，你希望师傅炸一个给你看。当然要啊，他可以做完更好。其实没有，其实第一个球放蛋白，可以把那个料头弄好啊。我先抓。第二次求救，你就是他就炸一个刚刚好啊。你看下面啊，我第一次求救有没有？第一次求救，他把料头弄好调好。可是不行，我们还有鱼汤哎，鱼汤做好，鱼汤做完了，鱼汤你做完了，什么叫做？鱼汤做完了，我是同一个鱼吗？默默的。你鱼汤做完了，你不是一直在他旁边吗？我在切菜，我在调料，好吧？切菜。你鱼汤做完了，太专心了。那其实宝宝师傅没你的事。我先走，要不要求救？
那我们其实好像可以救救，先救一次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救。来，抽哪一只？来，先抽一只。好，来，心灵姐抽一只。好，抽一只。来，这边这个放给我。哎，这个位置很棒。哎，再找。给我这只是，给我就可以了。好。哦，你刚刚那个算残而不废的啊！我整个都是蛋白啊！45秒，不错不错，45秒，准备好没？还没，还没。刚刚宝宝是不是偷偷告诉你要把它捏出来吗？这样是不是？没，还没开始啊！我跟你说，你90秒都抽走，你也太计较了吧！好，45秒计时开始。好，把捏水，捏水，捏。我们要加香油吗？不要，这边不要不要，你再捏捏水，捏水捏水水，捏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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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你是有事情要做的，是吗？对啊，是啊，师傅啊，你要问啊，你要问。咦，师傅，张家龙，师傅好帅啊，师傅。来，你这个拿粉浆过来，拿粉浆，粉浆在那边。那火要不要关掉？旁边的火。师傅好帅啊！师傅，师傅放这吗？哎，上面有火，上面有火。关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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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了。师傅用膝盖关的。面糊朝天正打，面糊烧了，很像在那个中餐厨房。吓死了！5、4、3、2，拿好，你拿好。停，要不要继续？要不要继续求救？转，要不要继续求救？继续求救！来，再说，我们哪一个？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右边。这边，等一下，先不能动。哪边？哪一个？这边。继续，好，快快快！60，60，30秒，一样久，继续。哎，蛋白没加。好，来，另外一只也是这样。哦，是。这鸡有修呢，就修，然后叫我们转，好难转。好，我先做一次给你看。对，先做一个。豆粒白，你不要烫到我。要转吗？师傅，这要转吗？不用转，不用转，不要动就好了。油温要多少？这家料比较少哈，我们去隔壁家第一个啦。第一个，来放进去，要炸了是？油温要多少？就下去，放下去，整个放下去，转，好，来转。你这料放多一点点，那等一下。好，停，时间到。好，时间到。快，卓轩先继续把它拿起来。卓轩，下面啊。你拿到那边去倒，不用在上面倒，你这个过去那边倒，去那边转。那边转不是很方便。师傅什么时候要上来？还没，等他上色他会。哎，这个大会说，我都要做三个哦。我再做这个，哦，好，可以啊。都要做三个哦。这样多一点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可以啦，我觉得可以啦。记得啊，你料放上去，还有酱哦，还有酱，好，还有酱，酱还没调哦，还有酱哦。我吃的藕爹的蔬菜量其实都蛮大，嗯，真的。啊，这家比较不一样，这家是鹅啊的量蛮大的。我们叫土豪啊，土豪不行吗？没有了，难得是大会提供的鹅啊，你可以多用。土豪，哇，好多颗哦，哇，不手软哎。这个好大，现在正北美。你这个分量已经有一个鹅啊煎的分量了。对啊。时间剩下2分钟，敲一下，我们要看一下对面好了。哇，哎，这个就这个了，它是薄薄的，在哪？哦，这个里面有鹅啊吗？有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料很多。郭靖，你常吃藕爹吗？我不常哎，但是我蛮爱吃的。真的？嗯，而且我很喜欢吃鹅啊。那你觉得目前你看到哪一组？嗯，我觉得那边是比较从容一点，而且鹅啊很多。但你不觉得这边料很多哎？可是我喜欢鹅啊，那边的鹅啊我是看得见的。这边看不到，看不见鹅啊哎。那个曾老板，请问你放几颗鹅啊？3颗、4颗。3、4颗哦，那边鹅啊，对面快8颗了。陈哥，等一下直接炸鹅啊收了。鹅啊收。那个，你放10颗。喜欢吃。你再做下一个。鹅啊，要刚好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刚好了。其实鹅啊里面太多的话会出水。对，你没有蔬菜料也不行啊。对啊。啊。对。所以等一下很怕刚来他刚做的那个里面都鹅啊有没有？等一下炸了熟进去的时候开始就是会油爆了。对。有听到。而且明显今天两个师傅做的粉浆都比较浓。我一般吃的粉浆稍微稀一点，这已经蛮稀的，是吗？蛮稀的，它这个会比较稀，好像对，对比较浓，蛮稀的。那稀跟浓有什么差别？浓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整体来讲会比较硬，而且会加太多了，比较容易成型。鸡蛋糕哦。你加太多了吗？不要攻击啊！不要攻击！对啊，提醒隔壁的师傅的，均匀的均匀层，对，然后薄薄的一张，对，带到一层，然后加料就好。对对对，这样子。
可以脱。什么时候会脱模？我不知道。可是还没有加，可是还没加。太多菜了吧？我们是先，老板再少一点点，再少一点点。鹅跟菜分开放，分开放。对对，薄的薄薄的一层，薄变成铺底而已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铺底好，然后加四颗，五颗，好，好，辛苦郭靖出专辑，我们加五颗。你不知道一个好的厨师做一道菜，从第一次到第一万次，不要讲台词，你发现都是一样。你今天整个都练习，已经被搞了。我明天就要进去记牌了，我不用练一下吗？舞台剧，舞台后天就要演了。对啊，很紧张哎。不是，我现在找时机在练，你不觉得吗？刚好是试着型男大主厨吧。你的菜上面菜太少了吧？对，时不时，我这个今天会一直讲台词。对对对对，我怕塞。找起来演他弟弟啊！对对对。陈江应该可以脱模了，蛮漂亮，蛮漂亮的，目前这个是最漂亮的。嗯，要炸三个哦，三个，时间抓紧。哎，来喽，你拿小刀，空不要硬掰，到时候那个会翻。对啊，剪刀嘛，拿小刀，真的不要硬掰啦。因为你等下汤匙你拿起来看，你底下有包到了啦，待会破掉，有它会渗下去。我们小刀是什么东西啊？或者是剪刀也可以。剪刀嘛，剪刀可以拆开，拆开。时间剩下一分钟，天米这边有状况，来看一下。可以拆开啊，听说这边有状况，对不对？怎么了？哎，我们好的不得了，脱模了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你要快。那 OK 啦，那这个好难哦。你觉得我那个有熟吗？就是感觉它没有要下来。挂机啦，没有啦，你就。啊，这个都是鹅啊的，来，要再加旁边这边呢？怎么样？这边有粘到啦，那粘到了，要把它消掉，先把它消掉，挖掉就脱了。对啊，你以为我会上当吗？哇！我在那里嘴巴看一个贼样出来，对。然后呢？等一下我也来问一下然后稍微敲一下。张博士，我这个不会弄，张博士。我教。好可怜。张博士，我现在吃他一口鲍鱼，教他一下，张博士，怎么啦？张博士会不会弄？实在是，可是我来了，可是我做的跟你们做的不太一样啊。没关系，你做的都好吃。哇哇哇，超 man 哦哦。我的蔬菜是放很多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土豪，你想放多少就放多少。张博士，你好棒！张博士，那你们自己想办法哦，我们这个不管哦，对不对？人家在范武是有嘟嘴，你又没有，陈哥，人家嘟个嘴。讲话呢？我就一般就下来了。没有啊，那还不够，你再去再去晃一下，再去过一下，再下去继续。真的？他稍微晃一下，晃要晃要晃要晃，下轻一点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让它油下去就可以。然后是你用汤匙背，刮一下，对对对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你觉得有来吗？就放对面那一组而已啊。空气，没错。鱼饼的师傅好烫。时间剩下最后的三十秒，三十秒，三十秒了，三十秒，三十秒，继续啊，啊，继续啊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弄酱啊？对吼，酱还没弄。对啊，酱那条一个固酱好了。哎，还是应该你弄酱吧，对不对？我都可以。我帮你拿这个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总照一种感觉来。哎，给我，去。那你这是大哥啦。去。我这个还要再炸吧？对，这个还要再炸，颜色还是那个好。好，我下去。这没有长炸，真的。没关系。时间。吴师傅示范，先把这两道给他做完。好，吴师傅麻烦。吴师傅为我们做今天的乌贼跟鲜鱼汤的示范。嗯，这个整个的三个灶，单价因为4500，他都用了。为什么要多就放一个小锅的油？因为等一下我的这个汤勺的部分，就是等下做耳钉的部分，它必须要热一点。嗯，哦，那你如果在这个锅子热的时候，太热的时候，大家都放在这个锅子，你再炸耳钉这边很容易就黑掉。对，哦，所以你要把它分开，这个比较属于比较高温，让你的汤匙保持一定要在180度左右的热度。汤匙要这么热啊？要这么热？为什么要那么热？它才能脱得了，因为我们这是不锈钢的，哦，它不是像我们一般可能不粘或者什么那种。了解。对，那你一般在做生意用的，它这个会比较扁。那刚刚不好脱的原因是。这个汤勺本比较像碗一样，对，所以它会包覆性比较高。那一般会比这个再平一点、快一点、再宽一点，宽一点。一般买的都很大片，对。一般像什么？下面像平底锅啦，嗯，是平的，然后旁边是这样。
对，弧度没那么大。然后再来就是一般他们做这个工具用很久了，所以它上面都有一层油。哦，对，有点像不粘锅那样子。哦，养勺，所以要浅一点，浅一点，快一点。对对对，是。好，那一开始的部分呢，我从鱼开始。哦，那鱼的部分呢，我们今天用的就是草鱼。哦，草鱼其实在嘉义那边，他们的早餐哦都会有一个鱼汤，他们就是用草鱼。草鱼的好处其实就是它本身的鱼肉比较多，鱼刺比较少。嗯，草鱼据说是一个混养最好的鱼种。嗯，因为它随便吃，它就是吃草，嗯，很好养。像这个部分呢，我们通常就会从中间对切。嗯，这个厚比较厚实一点，我们大概就抓这样子。哦，第一个它有长度，然后它有一点点厚实感，那这一块是最好吃的，也是一样。好，这个它必须要烫一下。哦，必须吗？必须要烫一下。那第一个，这有带点血，第一个有杂质，第二个你可以烫的过程检查上面的鱼皮有没有鱼鳞翘起来。它一碰到热，它会 Q 啊，所以你要过一下，那个杂质就拿掉了。嗯，然后汤头很重要，汤头的部分这边有一个葱白。这个就是汤头的必须要下去。对，好，这边姜的部分，旁边这里你就放进来，边边角角的学校。那这里就直接切丝。那这时候鱼骨可不可以下去炖汤？还是其实就其实它本身在做的时候，以像草鱼汤来讲，姜丝汤来讲，它必须是清澈的。哦，越清越好吗？越清越好，它的鲜甜度就会越好。那你的汤头如果像以前我们在熬汤的方式去让它灼掉之后，它吃起来的那个味道腥味就会比较重。好，这里的部分你就再把它放进来。洗完之后，你就把它放进去。也不能滚哦，啊，不能滚，不能滚，不能滚，你就要持续它用泡的方式。刚刚陈哥那边做的很好，不过它前面的骨头已经把它熬成白灼了。嗯。然后再就是葱花，葱花就越细越好，也是后面点进去的。好，这个把它留着。哇、wow、哦，等一下在这个油就可以用，哇、wow、哦，让它变葱油了，嗯，让它的OD多点香气。师傅，你的姜丝泡是水吗？泡水，泡水。为啥？第一个泡水，它外面杂质会拿掉，然后再你吃进去咬到的姜不会太呛。哦、oh ，对，那这边就维持让它就是有一个姜的甜味就好。哦、oh ，啊，再就是高丽菜。它三番两次的处心积虑的想要搞一些清澈的鱼汤。对。直接鱼肉烫的时候加清水就好了。那个味道会不够。你看看你那傲慢的态度。不允许你这样说他，我懂。他花了很多的努力完成鹅爹这件事。对，很难呢。鹅爹这件事其实蛮难的啦。对，我觉得不容易。而且以我们节目来讲，也很少做这一道。在我们节目里面会色诱主厨的，没有几个成功的。我们刚刚成功，我们还刚成功了，成功了两个都成功，是不是？哇，你韭菜放很多哎。韭菜的量比较大一点哦。但我们这样看，我们的青菜好像比较少。对，你们青菜，他们青菜放菜放蛮多的哦。鹅堆其实蛮好吃。对呀、啊，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想要弥补大家遗憾，因为以前吃鹅堆，如果吃到里头一个鹅堆只有两三个鹅啊，你会觉得哇，就是很神奇。我放八颗，对，放超多的蒜末，我们有加哦。然后这边就是盐巴。对不对？有，要这么多糖，你要加糖也要加在里面哦。糖也在这里面，跟着走。那糖呢，可以让你的那个韭菜的腥味把它压掉。要哦，我们有加糖吗？胡椒，很像没有。哇，你胡椒加那么多哦。啊，台湾小吃其实很多胡椒的味道都要重。有，嗯。但我加了一半。我们整五香粉，硬要苦，对不对？切的比较细密哦，比较口感比较好。对，嗯，哦，香油，然后这边我就会带一点点的玉米粉进来。嗯，哎呦，哎，我们没这样搞。哦，因为我的比较细，所以我希望它就是有一点粘着性。留下的部分，这个把它洗干净之后呢，你就水先把它沥掉。哇，肥美哦，真的超大颗。对啊，肥美。好，这个水拿掉之后，这个地方胡椒必须要有点去腥味。然后一点点的这个米酒，有盐巴这边就不加了，
哦，因为加了盐巴之后，其实这个它还会再出水。哦，谢谢。它过来一般会谢啊，太白粉一点进来，也是要让它有点润滑的效果。嗯，熬完之后再放进来，就让它立着。刚才我发现到我的芹菜没有切到，芹菜你是要放到这个里面。哦，芹菜你要放里面去啊？啊，增加香气。啊，芹菜啊，没想到吧？是每个地方不同啦，所以。通常在这个里面呢，大家会去点一点香气在，是这些蔬菜部分比较不无聊一点，丰富它的口感呐。对，可是家里面要做藕丁很难。嗯，对啊，因为光那个油锅还要弄那个米。我们只是想说，利用这个节目《行人大主厨》展现一下我们在做地方小吃的一种能力。我会用到低筋面粉，低筋一碗的量，一碗没错，中筋。然后再来就是黄豆粉，黄豆粉两大匙，也是跟它一样一碗的量。黄豆粉呢，让它增加脆口度跟整个香气。我下超多哎，嗯。然后再来就是再来米粉，那就是一半的量。有再来米粉。哎，我们全家米杰瑞怎么都下的不一样啊？杰瑞炸起来会卡点卡，哦，它的硬度会比较好。你说加再来米粉啊？对，可是你如果全部都是再来米粉的话，太硬太硬。所以在吃藕丁的时候，吃到里面的内馅馅料的香气、调味之外，还有它后面的外面的米浆的口感，对不对？对，粉浆的口感，当然每一家都不一样。这边一样，少许的盐巴，一点点就好，然后一点点的这个胡椒粉进来，每一个环节都有调味。香啊！好，这个先进来，真香。嗯，再來就是水，这么少？还没，慢慢加。不要一次加太多了，不然你粉要一直往里面加。对，宁可少，再慢慢陆续补进去。吃水的哦。哦，你是加整颗蛋？那为什么我们只加？为什么我只加蛋黄啊，杰瑞？为什么我们只加蛋白啊？我们两个就只会加蛋白。只加蛋白。就假说各家都不一样，大家放轻松，放轻松。我再加一头，你再加一尾，好不好？好，以这个浓稠度来讲，这里面必须要打油进去，里面没有油，吃起来是硬壳的。哦，所以你必须要打油进去。所以藕丁的那个藕丁，它那个粉浆吃起来的口感要薄脆吗？最好是薄脆，嗯，最好是薄脆。你的油温很高哎，哦，那可以。哦，至少你要像这样子糊的上去。嗯 ，OK， 好。哦，现在刚那边是有地雷的，喷超远嘞。一大匙进来，一大匙进来之后呢，你这个汤勺的地方你就把它放上来，你不用往下压。哦，有没有？你的料头也把它挤进去啦。哦，也对耶，刚刚花时间在，你就不会说你的粉一直在抹，一直在抹。你看这个，它是不是会跑？哦，不要让你的这个外面的部分裹了太多的这些的粉。那你鹅啊，再放几颗？两颗，就三到四只啊。三颗，反正就三到四只啊。它不可能里面满满的鹅啊，不可能。加进好啊。没有加，不是加哦。罗师傅的炸鹅蛋的油温要多少？鹅温鹅蛋这个你至少在160左右下。160。鹅温的话大概是35度左右。是不是有点偏低？正常36吗？没有像老师他的姜还蛮浓的。对啊。罗师傅看你这样做很优雅，我们刚超忙哎，小忙小慢。其实刚我也想帮忙，罗师傅没有。罗师傅，你去叫求救，我们可以帮忙。90秒，有成队有帮忙。还有45秒没有抽到。你的鱼汤要不要后面去好不好？你帮我拿着。啊，来，拿一个。小心哦，烫哦。你在他们作业来讲，汤匙的比例很重要。嗯。他可能就挖一匙，就是刚好底部的一个，然后再挖第二匙，就是上面的这个分量。他有时候还那个在弄那个面浆，最后它是有一个竹片。哦，有刮干净，就像用那个蚂丸蒸蚂丸的那个概念吗？而且他们秋水都好利落。对啊。剪刀要不要？没有没有，它就让它渗油进去，它慢慢它让油进去脱膜了。哦，它可以脱膜成功嘞！不用哦，超美的，就是这样脱。哇，好香哦！哎，你来录节目可惜了，我觉得。哦，那他应该干嘛？示范炸鸡排，你就叫我去卖炸鸡排。我示范杀过一头，你就叫我去卖杀过一头。我觉得你很适合在东石的渔港边上出现，然后雇一个摊子。那全台湾都适合好吗？各个地方小吃都可以。卢秉承这一辈子不会。好啊，没有，还在一起炸了，还在一起炸。对，先让他脱。所以这个工作的人就叫做托姆萨。托姆萨。
在叫了。在叫了，就表示说你要让它脱膜了，要脱膜啦，水分脱膜了。脱膜长，脱膜长，汤匙，汤匙，汤匙，加油，妹子，汤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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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这个的，小的，小的，小米，一米一百的。啊，豆沙糕的是，我给你也是，我给你。哎，旁边有开，旁边有开，就从那边啊，这样晃。旁边有开，晃晃晃。豆沙，好好香。豆沙，慢慢晃，慢慢晃，慢慢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豆沙 relax，relax 哦。豆沙，你好像没有帮到忙。豆沙，咋没嘞？你的豆沙，这是不是简单的哟？我这个很美耶，像蛋糕。它真的好像饼干哦。Cookie，咸派蛋糕，咸派。哦，温柔一点，超美的。哦 no， 阿诺，这油温就不能一直在拉高。刚刚两边的就是这边的油温一直在拉高，然后又想要让它脱膜，所以你变成这里越炸越黑，越炸越黑。对，嗯。再来就是酱的部分。哦。你放哪一个水晶碗？我要去脱膜啊，脱膜上。还是你要挑战脱膜？算了，其实我都可以。酱给你，好不好？可以做一点。好，酱的部分，这边的比例其实都已经调好了。哦，全下，那就全下。对。哇哦。蒜泥一汤匙。辣椒粉二分之一大匙。甜辣酱三汤匙。节奏，节奏，节奏。哇哦。酱油膏三汤匙。哇哦。继续。所以酱油膏三汤匙，甜辣酱三汤匙，蒜泥一大匙，二砂糖，二砂糖一大匙，全下啊，全下全下，然后把它搅匀。你别用煮过了，不需要煮过。哦，哇！然后这边你就可以直接全部下来。哇，一家人哇！一家人。那第二次再回炸的时候，它的油温就要再拉高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再拉高了，因为这种粉的部分，你再拉高，它持续反黑，你反的卖相不好。卖相不好之外，口感不好，它反而你的那个熟成度不会抓得很好。所以一样还是160下。还是一样160下，因为它里面还是有一些气孔跟那个水分会出来。嗯。那一样小吃，就是以前我们有讲过，就是越炸。越炸的话，其实这个油会越香。嗯，嗯，点一下好不好？当姐，点一下，当姐，点一下。哦，直接加的饭就很好吃。哇，好好吃哦！直接加饭就很好吃。那个辣子，对，很好吃。沾吐司酱，对，沾吐司酱，油饭可以。哦，辣丸，辣丸也可以，可以。有颜色出来了，颜色出来了，漂亮了，这漂亮了，蔬菜的那个，这个漂亮，因为我们的油也是比较清澈啦，嗯，如果外面撒颜色会再深一点点，好，因为它油，因为油色的关系，油色的关系，我炸了几十个、几百个，怎么会可能干净？因为它也不是只有炸耳钉而已，还有炸那个韭菜，对，韭菜卷啊，萝卜糕，地瓜、萝卜糕、年糕啊，那摊上炸的东西多了，韩鸡、韩鸡饼、韩鸡枪、韩鸡枪。好，这边我就温度把它拉高，然后再来就是刚刚下的这边。葱姜的部分把它取出来，然后盐巴哦，它放姜丝，对，两茶匙，对，然后几滴的香油就好，就真的几滴哦，几滴就好，太多会抢，一点点让它有香气就好。葱花、姜丝、葱花酱多啊，就切的就切下，姜丝酱多哇，哎，好看呢，姜丝没有到汤里头，很壮观的这样子，放了一半一半，然后确认一下调味，胡椒粉会下吗？胡椒不会下，不会下了，不会下，胡椒看个人啊。哦，它酱汁没有煮。你直接放上去，直接这样上，看起来像西餐了。
哇，好美哦！对，而且好厚实哦，有重量的感觉。切块，切开一块来看一下。好可爱啊！哇哦，哇哦，哇，漂亮！超美的哎！哇，好漂亮哦！真的呢。好漂亮哦！好特别的铜锣烧，汤头很像哎，很超美的呢。啊，不要啊，不要啊 ！Beautiful 的是哟，真的弄好漂亮。不够钱，差多少？这样好，哥。好，鱼肉的部分。好，对对。基本上他们在卖那个鲜鱼汤的时候，会一锅就是泡着，你一份一份，它就是直接像这样子泡熟的，对，它是泡熟的，哇，所以很好看，是泡的，前面放进去之后是关火了，对，啊，尽量不要让它的鱼肉散掉或烂掉，哦，你这一锅的价值感就没有了，啊，还有这样子，好赞好赞，哇，很厉害。我杯鲜鱼汤两道完成喽！哇，你真的很适合去嘉义发展。我尽量，我找个时间，我开台小发财车，就全台这样开始卖，这样可以可以。我跟你去卖。好啊，去哦。你讲的哦。好，来，就这。我们就先吃吴师傅为我们做的示范，先吃我爹再喝鱼汤，好不好？好嘞，没问题。来，喝。热乎乎的，乎乎，很烫，好薄的。哎呀，这就给你拿。哎，很烫，很烫哎，很大块。太烫了吧？你怎么放进去？你很疯哎！烫啊！这个发热烫哎。有没有吃到那个韭菜的那个有一点点酱的东西？好好吃哦。先吃你们的我爹，待会就先喝我们的鱼汤。OK， 好不好？来，先吃我爹。讲了讲了，哦，这差很多哎，两边落差就是师傅跟一般人的差别了。脆耶，哦，脆没？好脆哦，可以去嘉义。那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嘉义。我们去水上就好，当时不一定。去学学正统的做法。现在换你 ，OK 了，最好讲话这样子。你们剪了吗？挺脆口的，有两个酱，蘸那个酱就好了。啊，那个酱不是。吴秉承的吗？最好蘸自己的，我干嘛？少犯规哦。我们分开来的，两边都可以来一个。它是双酱，它走双酱。对啊，双酱系列。OK 啊。很不一样啊。我们也可以去嘉义。我们也可以去嘉义，真的吗？真的是没有。你到嘉义应该会被打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去云林就好。很妙。鲜鱼汤，快！泡熟的效果。是这样是吧？我那是直接煮的。我们也是泡，真的好清哦，可是很有味道，真鲜呢，真的，看起来就是清水煮青蛙的感觉，但是很鲜。先喝我们的，纯粹好，鱼肚，哇，还会有，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对，好像那个鲜味它都有吗？有，但是鱼很嫩哎，就喝，可以啊，来呗，很不错，好好喝，Thank you。也不错呢，它具纤维，两边不同。型男环台料理嘉义篇，鲜鱼汤欧爹获胜的是一、二、三，举牌，也胜！第一次赢哎！可以了。郭靖先来，我刚刚是被汤有惊艳到，就是跟秉承师傅的有点像。只是鲜味可能再少了一点点，但是可是因为喝到你们的汤就会香油，我觉得可能加多一点点，所以盖掉了那个鱼的鲜味。对，然后这边的鱼的肉质又更嫩了。对。詹姆斯，藕爹的部分呢，两边都好吃。可是我们如果还原到，如果是没有等吴师傅示范的这个阶段的时候，它没有变冷的话，你的皮会是酥带点脆，你的蔬菜感跟里面所谓的空气感会很好。
因为耳蝶有时候怕的是什么？你咬的时候没有空气感跟蔬菜感，你就会觉得入不爽口。这边很爽口，那这边放了那么久，它的脆度还是有，这是难能可贵，但有点过脆了。那你就脆没有关系，但你蔬菜量一定要再多。了解，蔬菜少了一点，就少了一点水分，吃起来就有点糊糊的粘在嘴巴里。好的。总结来，耳蝶的部分呢，这边整体的表现会比较好，蔬菜量够，然后鹅肉的鲜，卖相呀这边也会比较好。那汤头这边，我觉得这边很可惜，你的咸度够，可是你的姜就辣太辣了，辣度出来了，然后香油把它压掉了。那这一部分呢，整体的这个肉的嫩度也好，然后汤头该有的鲜美，这边喝到汤头的鲜美，所以你的这个分数就拉得很高。300，恭喜获胜，厉害，所以。我们今天这一桌是我们的优胜奖，哇，恭喜，谢谢谢谢。好，今天呢，郭靖呢跟 Matsuka 呢，他们有新专辑和 EP 分享。郭靖先来。好的，我的新的 EP So Lucky 这次呢，请了这个陈建奇老师跟他一起合作，对，所以有一些新的不同的曲风，比如说电子舞曲啊，然后或者是跟谷谷的合唱，都是很崭新的尝试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张 EP So Lucky。Matsuka， 然后这个是我10年以来唯一的第一张母语专辑 ，OK， 然后它也是在很艰难的状况下诞生的，哇，艰难，对，艰难状况下，然后所以大家可以听听我。对很多自己回家之后很多的想法哦，这原住民怎么讲呢？这原住民。新的乌安，新的乌安，新的乌安，OK， 最开始的地方。好了，马斯卡的这张专辑，还有郭靖的一批，都给他们支持。支持起来，谢谢两位，谢谢郭靖，谢谢主持人，谢谢。欢迎收看《的准时收看型男大主厨》，祝所有喜欢吃嘉义地方好料和听好歌的朋友天健康又幸福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，拜。豪华金木炉料理不简单，美味可口，拜托我还要。的菜名叫做番茄香巧雀皮鲈鱼。他要做雀皮，雀皮。它不会黏住吗？还好。啊，这跟金牛排真的好像。番茄牛排金牛排，这个好漂亮，好好吃哦。鱼香会豆。鱼会用水泡的方式。你希望你的肉是泡熟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泡熟的。好，好嘞，完成。五彩果醋鲈鱼花。我这边就是切成0.5公分的长条状，把它稍微排一下。好，没有没有，它是这样一朵花。这一道菜就完成。五彩果醋鲈鱼花完成。型男胖胖糖又来了，各个摩拳擦掌不手软。面口感不好，口感不好，感觉油不够。我现在有想打他的感觉，是真的。不要那么很甜呐，今晚是几人吃？一 ，Yes。Yes， 今晚吃是几人吃？一中 ，Yes， 又来 ，Yes， 又是中。好，来了。金木鲈鱼好美味，今晚吃是几人吃？一没有。金木鲈鱼好美味，今晚吃是几人吃？对。猜对了，猜对我们就赢了。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